啱啱就去完阿房宫同埋兵马俑啦，仲喺回民街食咗餐劲嘅。唔好以为西安净系得咁样啊，话晒都系华中大城，仲有好多景点值得去噶。西安嘅交通其实都好方便噶，除咗搭巴士之外，仲可以搭地铁。西安嘅地铁总共有10条线，每个车站嘅风格都唔同，而票价亦都好亲民噶。要去唔同嘅知名景点搭地铁，唔单止方便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感受一下西安嘅现代化发展添啊！我哋今日搭嘅呢个2号线咧，其实系西安地铁第一条营运嘅路线嚟嘅。咁啊，总共有25个站啦，途经好多个出名嘅景点，例如呢个大明宫啦、钟楼啦，同埋永宁门等等。呢度由唐朝开始已经叫做永兴坊噶啦。而家主要咧系卖小食啦，咁但系我嚟到呢度目的唔系食小食，系饮酒。我今日嚟体验嘅活动咧就系掟酒碗啦，意思咧就系饮完酒掟烂个酒碗，岁岁平安咁样解。咁而家拣酒先。永兴坊系唐朝丞相魏征府邸嘅原址，呢度保留住古长安城嘅街坊形态，唔单止可以感受唐城108坊嘅风情。仲可以食到道地嘅陕西小食，同埋欣赏手工民族技艺嘅表演。我咁型又咁 man， 梗系要嚟呢度饮下酒，掉下碗啦。1、2、5。真酒吗？这样吗？举过头皮。品读。走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事成双，好事成双。酒。有3种嘢饮俾你拣嘅，就系水啦、果汁啦，同埋酒。所以咧，无论大人细路唔中意饮酒，都可以体验呢个活动嘅。同埋啱啱举高个头饮，跟住掉，得呢3个 step 嘅啫。咁主持人就一路讲唔同嘅祝福语啦，又或者讲一啲诚心许愿嘅句子嘅。咁掟嗰下咧，其实好解压嘅，但系你要掟得大力啲，咁见到佢一嚓碎开晒咧，就超级舒压，好啱我哋压力大嘅香港人啊！其实嗰种舒压感觉咧，有啲似美国啊、日本嗰啲解压嘅活动啊，即系譬如棒球棍、打电视机啊、打车啊，俾打工仔抒发压力嘅活动咧，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仲要咧，呢个活动系一路饮酒一路掟碗 ，double 舒压。我覺得是一門好生意，好啱壓力大的香港人。等我想想回香港訂什麼好先。西安對於中國古代來說是很重要的城市之一，作為首都的歷史長達800多年，尤其在唐朝還成為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。直到現在，西安都還是保留大量的唐朝宮殿遺址、佛塔、壁畫等等的文化遺產。啱啱嘅永兴坊咧，只系其中好少嘅一部分。最近喺西安，仲有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翻到去唐朝嘅新体验。夜市大家就行得多啦，古代嘅夜市未行过啦啩？我讲紧嘅就系西安嘅大唐不夜城，佢系喺大雁塔啦同埋唐城遗址中间嘅，占地有成105万平方米咁多。佢成个建筑物咧系参照翻唐朝嘅长安城。所以嚟到嘅時候咧，哇，覺得好似翻咗大唐盛世咁樣啊！大唐不夜城用咗20年先起好啦，而家已經變成咗網紅嚟西安必去嘅景點啦。呢度有住各式各樣嘅街頭表演，由最出名嘅不倒翁姐姐，去到李白對詩，透過真人表演或者係舞蹈演出，近距離欣賞嘅同時，都可以親身參與同呢一啲知名嘅古人互動。唔单止满足咗大家对唐朝盛世嘅想象，亦都令到好多外国游客更加了解中国嘅历史啊！呢度咧，除咗有好多打卡嘅背景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表演啦。
咁佢哋隔一排就會換一批噶啦，咁你就算成日嚟都唔驚換啦。我啱啱咧就參加咗一個問答嘅互動表演啦，係敵人傑問我嘢喎，但係我贏唔到，起碼都答翻一題啊！我其實覺得佢啲景點咧都幾好嘅，因為佢好多呢個唐代嘅一啲人物啦。啱啱我哋門口咧就有個原裝。咁就介紹埋原裝究竟係邊個啦，相信大家都好熟噶啦。咁但係佢仲有介紹好多詩人啊，或者唐代出名嘅人物，譬如唐代四傑啊。今日嚟到呢個大唐不夜城啊，一入嚟咧，除咗啲景觀好似翻咗呢個大唐盛世之外咧，其實啲人都係，因為全街咧都有租呢啲唐裝打卡嘅店鋪啦，好多人都租咗呢啲。好多人都租咗呢啲衫，咁就喺呢度打卡。咁所以咧，一大班人行過嚟嘅時候咧，著住古裝，我真係以為翻咗唐代啦。喺唐朝嘅街道上面行，梗係要換埋古裝先啱 fit 噶啦。呢邊啊有漢服嘅體驗，可以揀你中意嘅服裝，揀好咗店員就會幫你打扮成為唐朝人。服裝、化妝同埋 set 頭咧，每次300元人民幣。一場嚟到，點都要換翻古裝，等自己可以穿越去到1500年前嗰個大唐盛世先得噶嘛。今晚一於同呢座不夜城一齊 party all night 啊！呢度除咗有四個好大嘅廣場之外，佢仲有劇院、戲院、藝術館同埋音樂廳，係一個充滿咗藝術文化嘅地方。你唔好睇我穿到咁樣，我特登講嘢講到好斯文，係因為呢套衫同埋呢個裝令我咁樣嘅。呢個係每個人嚟呢度打卡嘅標準配置。我而家條頸都有啲攰啦，因為啲頭飾真係好重啊。仲有我坐咗一個鐘去穿好呢套衫、化好呢個裝、set好呢個頭，所以大家嚟呢度嘅時候記得預好啲時間同埋訓練好自己條頸啦。啊，好凍啊呢度，但係唔知點解啲女仔唔怕凍噶喎。好叻啊！佢哋許盈啊，許盈吧。一二三，打卡会用什么姿什么的 pose 啊？有一种现在这样跳得好，有啊，好好看啊。我比较打卡点啊，突然间。这样，是脸的那个，对。对，有点。好多张，你们可以。我想讲啱啱影咗阵相啦，我条颈开始有少少攰啦，所以托一托个头先，补下条颈。哇！嗰个老板娘话咧，夏天啲人咧会落得再重手啲，即系个头会再多少少嘢。佢哋条颈点顶嘅咧？哇！下一集我要體驗每日叫醒西安人的小南門早市，大大啖咁食道地的美食。打邊爐的時候有個辣湯，咁你就落一個豆腐花落去。玩完西安，搭車上去塞上江南銀川，聽講仲會見到孫悟空添。Only you can take me 去西京。Only you。Can take me 妖精鬼怪。